不同人制作纪念碑，小表弟制作。哎呀，今天又是我小恐龙大显身手的时候，我现在就发挥我的想象力，给你们做一个超级纪念碑。首先，我们在地上放一个石碑，接着拿出树叶把这个墓碑给围一圈，围好以后再拿出鲜花种在石碑的前面。你们看，我的纪念碑就大功告成了。你这我咋越看越像是个墓碑？狗华制作。小表弟那做的也太奇葩了。下的背包，接着就会获得一枚徽章。现在我们把徽章和石碑放到一起，你们看，一个不一样的纪念碑就大功告成了，是不是做得很牛？